能力和水平，那么今后呢，我们会举办更多的这样的国际性的赛事，从而呢，这个进一步的在三亚、在海南发展帆船赛。那么这样使我们的这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产品会这个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不仅会吸引三亚的市民，而且会吸引海南的。